定要试试看，然后跟好朋友一起演奏，对，很好玩。我们三个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，我们的努力可以被评审们肯定。前一年我们看到前一组获选的室内乐团队非常的卓越，非常的厉害哦。那我们当时投件的时候也是抱着一个就想说，我们可能投了就试试看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没想到就上了，我们就是非常开心。我记得我们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，已经是蛮晚的，因为很赶，然后要排练，然后要写计划书，要录音什么的，这样子非常的匆忙，所以就迫使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是需要以非常有效率的方式去练习。效率就会比较高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赛后很爱打麻将，所以我的部分我钢琴需要翻谱，所以然后你也知道打麻将需要四个人，所以那个翻的时候翻谱就是特别去找那些就是有。会打麻将，所以我们每次就是排练完，有效率的排练完之后，对，就开始出来。对对对，一定要试试看，然后跟好朋友一起演奏，对，很好玩。虽然我们当初也是抱着就是试试看的心态来参加甄选，但是我觉得有参加就有机会，对，没有参加就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。而且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30岁就不能参加了。